嘅電影，好像打到飛起咯。打到飛起，因為籌備和拍 都有大半年，而家仲做緊後期。咁嗰部戲一來又是古裝啦，因為古裝又很辛苦啦，同埋我拍我拍古裝嗰時嗰個最即係最忙嗰段時間是在42度的天氣，穿曬嗰啲好厚的冬天衫，係啊，所以係咯，打都唔使講啦，打到黐肺咯。如果對比葉問啊，邊套打勁啲？葉問打一個打十個，呢個一個打100個咯。但係冇話整親嗰啲。而家反而我就覺得即係我整親都照去㗎啦，因為即係有時我唔諗呢樣嘢，我哋拍慣一打戲咧，尤其是如果知道呢部戲係要打到飛起咧，我哋都豁出去㗎啦，幾大幾大啦，咁同你死過。老婆擔唔擔心？先你擔唔擔心？慣咗啦，慣咗係咪？翻嚟要撳下按摩下即係呢幾年咧，港產片都多咗好多啦。咁會唔會翻嚟香港拍翻啲港產片？其實我不嬲都冇走過，不嬲都喺度拍，只不過就係嗰個題材同埋即係嗰個故事係咪發生喺香港？或咁如果即係好似《怒火》唔係香港拍，《怒火》重案唔係香港拍咯，所以呢啲都係要睇嗰、那個即係緣分嗰個嘢。